那就骂了谁呀，给撂蹶子，哦，你干嘛给他劈的，你好了，你咋了，怕他给你？来过来快忙吧。哎呀，来过来。他这个从那个内蒙的时候来，俺们刚买回来，他临时换了个主任，而且有个两三个月、三四个月没去，他就心里边不高兴呀，错吐庸俗呀。 心里边不高兴，哎，一些的主任去哪儿了？哎，感觉不一样。他这就，心里边不高兴，哎，一些的主任去哪儿了？哎，感觉不一样。他这就，你看这个马的这个眼睛好像还缝缝不平了。哎，他过两天就会变，天天骑的他就变了。你看这眼睛，好像挺丑。就好像说咱们去老宅家里边吃饭，老爱去外边吃饭了，就感觉挺新奇。嗯。哎，放了好几个，你家伙。真是撂蹶子，你害怕不？哎，习惯了。 哦，不怕他把你撂下来。我那个俺们在一块儿就是穷人撂蹶子，这是也是一种草原的娱乐方式。哦，叫他撂蹶子呀，谁跌下来了，谁没跌下来，下回谁没跌下来了，谁跌下来了，一种娱乐的方式。几天骑个两三天就挺好了。嗯，习惯了。对，你看他因为撂蹶子撂的还流汗了。嗯，你看这累了。 就好像肉圆圆的嘛，你老非骂个。你说他现在生气吧？哎，生气。你看他的眼睛，生气了。多生气！撂下来就。为啥咱就没把你撂下来？时刻撂的有点气。哎呀，够不一样，搁这这个家伙心里就。还是不服气，还是不服气，哥你。 还是不服气，哥你。多的是小孩，嗯，这也是匹好马哦。好马，也是一个好一匹好马了，骏马。这个只要他这个不听那个指挥的就好了，有自己的性格。挺智慧了，但是他新换了主人哇，他心情有点不高兴。嗯。然后因为我喊他不熟悉，他就要撂。 这性格不算太好，你看他内气气的没事儿吧？猛的一放，本着他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想把你撂下来，就是故意的，他是，所以他就得受到点惩罚。吃个碎蛋，这个碎蛋啊，我说的内气就贼溜溜的嘛，看那个嘴，有心眼，有心机，嗯，有心机嘛。